们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吗？没事，我一个人，你们坐吧。哇，洗洗好脏啊！爹，我给你洗手。这是我的水，你们两个干嘛呀？不就是一瓶水吗？洗洗手怎么啦？你们两个小孩长得那么漂亮，一点素质都没有，真小气！不就是一瓶水吗？再给你买一瓶不行吗？赚了吧，两个小屁孩，我懒得和你们计较。爹，我说赔给你就赔给你，走。爹，你得谢谢我。谢谢你，我没听错吧？刚才的水里面有问题，怀疑是迷药。刚才我看见他们在问你路，你好心给他们指路，但是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叔叔在你水里面下了药。刚开始我只是怀疑，后来我看见他们在你后面鬼鬼祟祟的，就更加确定他们两个是坏人。怕你出事，我就把你水倒了。小朋友，谢谢你们，我真没注意到。爷爷出门在外，食物和饮料千万不能离开你的视线，但发生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。谢谢你们啊，小朋友。